款。好，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相声《同仁堂》，表演者李根、侯震。这个相声大会呀、哎，一场挨着一场。对，您看这个相声 啊，讲究四门功课，是说学逗唱。没错，拿我来说吧，啊，我就喜欢唱。您啊，相声的唱是什么呢？什么？太平歌词。对，莲花落是数来宝。有啊，啊，数来宝啊，我最拿手。要饭您最拿手。要饭干嘛呀？数来宝吗？数来宝不容易啊，讲究三快。哪三快？眼快、哦、心快、嘴快。哦，这三快。对。哦，眼快是看见目标了啊，心快是编出词儿了。是啊，嘴快跟着就得唱出来。哦，跟着就唱出来。哎，这是数来宝的三快。哦，像您这样的演员呢啊，您也有三快。我哪三快呀？您是眼快、啊、手快、腿快。眼快看见目标了，手快掏出来了，腿快跑了。我小偷。我是这是跟您开个玩笑。别开这玩笑。数来宝不容易。是，首先说得会打板。对，这叫什么呀？啊，七块板。你会吗？我给您来来。真会。您瞧着。行，怎么样？不错。哎，不错。要过饭。要过饭。要过饭像话？看来你是真要过、啊、光打不行啊，还得能唱。哦，还得唱。讲究的是现编现唱，看的什么唱什么。哦，现编现唱。对，您要不信呢，您就出门啊，您看见什么东西了，您记下来。哦，回来告诉我啊，我马上就能唱出来。那甭出门了，就现在。我观众这么些个，你唱着观众。唱唱观众来，那张嘴就来啊！观众是吧？来唱唱、嗯、啊！观众是吧？唱唱唱唱。哎，不，你这 A 一下什么意思？这您都不懂啊？叫板，要饭的玩意儿还有板？这数来宝快板书嘛，得有板呢。哦，有板啊，好有一笔。什么呀？光着屁溜坐板凳，这怎么讲？有板有眼。哦哦哦哦，这板看见了，你这眼给我们看看。哎哎哎啊，有板有眼吗？没这样的，今天是一很严肃的事情，您不能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你说的，你这么一形容，啊、我这这么我给你拿一板凳了，要不然像话吗？啊，这么严肃，你瞧着啊。哦，哎，叫板呢？哎，又叫一板。哎，你等等，哎，你来个 B， 来个 B。你别在这儿 AA， 你来个 B。打刚才他站台上就搅和、啊、你知道吗？废话废话啊，我们这就编词儿想词儿呢。不用不用，没有你那样的。这能唱不能唱？你这不影响我思维吗？这不是你有思维吗？这种人讨厌，你简直是。你能唱不能唱？别说话啊。啊，这人你是什么呀？这 B。 哎，这像话吗？这个玩意儿咱张嘴就来、啊、嘿嘿。A B C D E F G， 咱唱一天。你就别唱，都唱到眼上去了。想话吗？别唱了。您注意啊！啊，哎，又来了。观众是吧？观众。哎，这个数来宝啊，这个数来宝，把这路子宽，什么样的内容都能编，不唱过去的老一套。把新的内容来给介绍、啊、今天的观众来的真不少，我向大家问个好。你看完了，这就张嘴就来。你观众可不呗，你唱什么了？问个好就完了、啊、这叫能耐。能，不是吹牛，现编现唱。行行行行，我看这个观众啊有戴帽子的，你唱唱那帽子。您这眼神还挺好啊。你瞧瞧，你唱唱。这个帽子种类真不少啊，男女老少都离不了。当然了，毡帽、夹帽、呢子帽、草帽、礼帽、学生帽啊。完了，什么就完了啊？就这个帽子吗？就完，这就完了啊？毡帽、草帽、呢子帽，完了。哦，帽子种类真不少吗？ 你太能糊弄事了。早说我也会唱这个。那、嗯、我看这，哎，对，哎，还有这个
观众人家有一对一对来的搞对象的，你唱唱。哎，叫我唱我就唱啊！你爸爸在那儿搞对象，你爸爸在那儿搞对象，你伯伯在那儿搞，你伯伯，你叔叔在那儿，你叔叔。那你说搞对象那是谁？我舅舅。哦，我舅舅，我舅舅。那别答应，没有。你舅舅和你二姨，像话吗？啊，我舅舅和我爷搞对象，啊，合适合适，你知道吗？你爸妈就这样吗？是不是说话，您这怎么说话呢？这要不然你不能唱出这个来，像话吗？啊、你这人唱出来搞对象吗？我看你就像近亲结婚的产物啊！啊，你这人太不厚道了。唱会我跟我没关系，知道吗？啊，就是非亲非故。对，要唱唱你们家的事儿。没完了是吧？搞对象，这个搞对象啊，搞对象，唱啊！搞对象，都搞了几对了？这搞对象规矩多。一男一女最适合，废话，俩男的这不说相声的吗？啊，咱没那么搅和的啊，多新鲜呢！这个搞对象，啊，他是搞对象，唱剧场里边少，啊，花园里边多，都废话，这都是这得说话呀，花前月下谈情说爱，啊，窃窃私语。亲密无比，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搞对象一对又一对，还就是没有你的份儿。这凭什么没我的？听说你还没对象、啊，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？可以啊。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，没事儿你就去一趟。不去，不去，太远，还要打砸抢，受不了。这好啊，好，西藏啊啊。让喇嘛给你举行婚礼，那更受不了了。您下来之后来一巴扎黑，然后拿一哈喇子给你。哎呀呵，你太恶心了。就是那个，就那滴滴答答的那个。什么滴滴答答的？那叫哈达啊。对，拿一海带给你。哈达，哈喇，哈达，啊、哈达，管它是什么的，反正带上就完。还哈喇子？哎、你有那么些哈喇子吗？啊，太脏了，这种人。这你像今后啊。生了孩子考大学这都加分你知道吗？这没有，这都给你加过了，人就给加一回，不能加二回。没有，我不服。不服？那什么呀？接着出题，我接着唱。你还出什么题？我再唱一个灯泡。你别灯泡，你下去吧，你下去吧，走吧。您这什么唱的啊？啊，像话吗？唱一观众，就问一好就完了。唱一帽子，就唱俩帽子出来，还用你唱吗？啊，我都能说这么些个。最可气这搞对象，哈喇子都带上了。像话吗？啊，有你这样的吗？会唱在这儿说，不会唱别在这儿说，啊！瞧那倒霉德行，回家赶紧问问，你爸爸和你妈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哥俩，看那样，观众看他那样，你看，国际脸儿，哎。啊哪那么些个废话？你看这劲儿来了，你还呵，哪那么些个废话？你傻出来了，你都。咱别废话啊！废什么话？您要是好好说，咱好好说。说什么呀？您这连骂带损的，你干嘛你？怎么着？我还想揍你呢。咱外边走，你甭外边，就这儿，你来，就这儿，你来。我看你动下手，我看看。啊！我忍了，我告诉你吧，我不乐意跟他一般见识，就你这不忍呢？嘚吧嘚嘚吧嘚，西瓜皮搓澡没完没了，你还说话呢？你说话哪那么些个废话？你唱的不好。啊，能怨我吗？那不怨你，怨谁呀？怨你。凭什么怨我呀？我们这刚说数来宝即兴表演、啊、现编现唱。对呀、啊、您再瞧他在旁边，呵，你来一观众，你来一帽子，你来一搞对象，像话吗？怎么你说的？我说的，您等我把话说完您再说呀。你还什么遗言呀、啊、我要死是怎么着？对，我们还有后边的话呢、哦、这个还有后话呢。后边的话、哦、这个数来宝啊，啊，别看是现编现唱即兴表演啊，它有个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得唱买卖。买卖？买卖家，一家挨着一家，一户挨着一户，得唱买卖。我还得唱买卖？不新鲜，您这哪儿就来这个？这都是买卖吗？这个？那你早说呀。这人呢能 还着急还怨我啊？还国际脸儿，哪那么些废话？那你没说出来呀，我不知道 啊。你得说买卖呀。啊，买卖。现在出门找买卖去。我说买卖就能唱？多新鲜呢。那行，那我跟你说买卖完了吗？啊，张嘴就能来。那这还用出去找去？心里有啊。什么呀？
啊，我说你能唱吗？啊，你只要说买卖，我就能唱。你说，啊、不，您等会儿啊，怎么可有一节？又怎么了？买卖可是买卖啊，您可得一家挨着一家，一户挨着一户，这两个买卖得挨得上。您别谁都不挨着谁，那我唱不了。你那个意思，我说出来买卖来得挨着啊，因为是走大街串小巷哦，得挨着。行，我尽量说吧。哎哎，但是呢，我有一条件。您还有条件？既然一家挨一家啊，你要唱，就得把这买卖祖师爷唱出来。哎，这是行家，唱买卖最难的就是祖师爷。你瞧瞧，能唱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把这个祖师爷都给您唱出来。好，这叫能耐。先听这个，您说鞋铺。哦，张嘴就来，卖鞋的。好嘞，鞋铺是吧？来，您注意，这个二月二，哎，三月三。王禅老祖上高山，王禅老祖真有份，收了个徒弟叫孙膑，听见了吗？啊，孙膑啊，鞋铺的祖师爷。哦，记住了，是祖师爷可出来了。孙膑吗？哎，这个二月二，三月三，王禅老祖上高山，王禅老祖真有份，收了个徒弟叫孙膑。孙膑，鞋铺的祖师爷，记住了。鞋铺祖师爷孙膑。这个二月二，三月三，王禅老祖上高山，王禅老祖真有份，收了个徒弟叫孙膑。祖师爷孙膑，行行，赶紧吧，让您记住了。我都记住了。二月二的个三月三、啊、王禅老祖上高山，王禅老祖真有份，收了个徒弟叫孙膑。你过不去了是不是？孙膑爷把山下，这才留下鞋和袜。孙膑老祖下山早，随身带了几宗宝，有锥子、剪子、月牙刀。这个月牙刀可是亮堂堂，先裁底来后裁帮，四合叶子整一双。大师傅干活真有样，屁股坐在了马扎上，左一扎右一拉，您老这个买卖有财发，扎一锥子过一线，十年八年不开战。哦，唱鞋铺，张嘴就来。行行行行，你这个能难哎，别擦了，接着来。干嘛呀？豆腐房。您这人，您这鞋铺就豆腐房了？鞋铺旁边卖豆腐，难不住啊。哎，豆腐房是吧？来，一进大街，我这表表鼓，表表这个怀来卖豆腐，卖豆腐怀来他占先，后卖的豆腐关美然，关美然不把豆腐卖，世上谁留荤素菜？一个小驴儿，一盘磨，水中求财真不错。一个磨，两个眼儿，掌柜的没事快豆茬儿，那个左一茬儿，右一茬儿，磨出了个豆腐爱死人儿，豆腐丝儿，那个豆腐片儿，买回家去哄老伴儿，拍一条黄瓜就是凉菜儿。哈哈。张嘴就来，唱完了，嗯，完了，唱唱这个同仁堂。好嘞，他，嗯，不唱了，不会了，不是不会，不唱了，不会唱，说着说着，这已经不像人话了，不像人话，你能听明白？您这人怎么这么不吃亏呢？啊，咱刚才可说得好，对啊，买卖家一家挨着一家，一户挨着一户，怎么了？对不对？是，同仁堂在哪儿？同仁堂的大石栏就有啊，大石栏啊，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？有，没有？你瞧，有跟我有跟我一块来的，人看见没？有，哎，看见没有？好几个呢，分店知道吗？分店，我您不亏心呐？哎，有好几个，咱就唱。对，你就不会唱，他成心找辙。关键是什么呢？这一段它太长，那你唱死你！好家伙！唱死我干嘛呀、嗯、观众说有咱就唱同仁堂来唱字号唱您听着啊，这我得大大的卖回力气，你还大大的怎么样？什么叫怎么样 啊别这什么别喊好了，这没唱这个、哎、谢谢、啊、谢谢，这是叫你注意，注意什么药风啊你？你注意了啊，张嘴就来啊啊！这个同仁堂，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，先生好比甩手自在王，药王爷就在当中做十的名医，列在了两旁，把他先拜药王，后拜你，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，药王爷本姓孙。提龙跨虎手捻着针，内科的先生孙思邈，外科的先生华佗高，孙思邈一道高，32岁
保唐朝，正宫国母可是得了病，他们走线号末治好了，一针治好了娘娘病，两针治好了龙一条，万岁爷一见龙心喜，传旨宣他上当朝，封他的文官他不要，封他的武将他把头摇，万般出在了无机奈，这才亲赐大黄袍，在一旁怒恼哪一个，怒恼了竟得老英豪，微臣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跨马抡鞭功劳大，为什么不赐大黄袍，先生的治好娘娘病，我主就赐那黄袍，搁着为民臣不要黄袍的事情我不饶，老竟得越说越恼了，越有气，手提着钢鞭赶黄袍，一杆赶到了八里桥，这个药王爷妙法高，脱下了黄袍换红袍，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搞，黎民不幸才把香烧，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桂，兰桂本是三尺三寸三分高，这边放压药碾，那边放炸药的刀，炸药的刀亮康康，几味草药您先尝，先炸牛黄与狗宝，后炸槟榔与麝香，乳香末药是姐俩，贝母冰片有大黄，桃汁陪着杏仁睡，二人躺在沉香床，睡了三更交白夜，胆大的木贼跳进墙，盗走水银五十两，金毛狗儿叫汪汪，有丁香去送信，人参这才坐大堂，佛手抄起了甘草棍，棍棍打在陈皮上，打了个陈皮流鲜血，鲜血甩在木瓜上，大苏丸小苏丸，胖大海滴溜圆，有狗皮膏有贴风寒，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，唱的名儿个唱不完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，福寿双全。